美国夏威夷六号有一场冲浪比赛，天气非常好，海边出现了15公尺高的巨浪，有些选手敌不过巨浪的威力，冲到一半就被巨浪给吞噬。不过也有技术优越的好手征服了15公尺高的巨浪，看了十分的过瘾。新闻最后带您快来看看，也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凯文，祝您顺心平安，我们再会。